众所周知，霍建华是娱乐圈公认的老干部，无绯闻不炒作，生活习惯极其简单。但是由于林心如、周杰《还珠》吻戏风波和慈善捐款风波，霍建华饱受争议。有网友说到，林心如一点都不旺夫，从结婚开始，霍建华负面新闻满天飞，他自己也是。结婚前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形象。9月15日刚刚参加完在杭州出席代言品牌新店开幕式的霍建华现身北京机场，他一身简约黑色上衣，十分清爽。虽然已经戴了帽子口罩来武装自己，还是少不了很多粉丝的追随。其中一位女粉丝拿着手机直接伸到霍建华的脸前，女粉丝怼着霍建华脸拍摄，看眼部表情感觉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耐烦的，被这样拍着也是很难受。霍建华也是一脸的无奈，全程表情僵硬，不理迷妹。霍建华这一次又遭遇了被拍摄的情况，与上一次被拍摄的情况不同，霍建华没有生气，也没有嚣张地指着镜头示意拍摄者离开他的视线范围。霍建华反装作了看不见，任凭粉丝不停地怼脸照相，尽管这样真的很难受。霍建华为了不给老婆招非议，真的是用心良苦。